先不要打扰我送东西，好不好 ？F 大，来，我会给美女一张纸。你有吃午餐吗？有。有吃晚餐吗？哪一个吃比较好？都蛮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写午餐。来，美女会把她的午餐吃什么写上去？都蛮好的。啊，然后等一下，我下截止线。现在有打上一二三的，通通有参加资格。然后开始猜美女午餐吃什么，猜中的那一位直接把2022年的虎爷纪念金盘带回家，阿内也要胜哈！来，听得懂的，右下角赞跟爱心帮我点两下，预选不要偷跑，还没开始，不会那么简单哦。我们美女是经过训练的，她不会写太简单，有够难哦，你好糟糕哦，认真的吗？你晚上这么糟糕吗？哎，这个会透光，我们给那个小帮手看一下。欸，他吃这个人，这是我遇过写的最酷的东西。好，来他其实前面还有别的啦，但是太我觉得太难，那个绝对猜不出来。麻烦你帮我对折再对折，然后塞进你最私密的地带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离开我们电脑前面，因为一避免人家我们说我们做牌，你可以塞在你的肩带上面这样子夹着。好，我们不要做牌。好。我轻轻的也把你推车更嫌弃啊。好了，来，希望朋友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的右下角赞跟爱心帮我点两下，都没有点赞跟爱心，我怎么知道你们要不要玩？有没有要玩？要玩点赞跟爱心啊，这不用钱的梦胜啊。哦，你们很被动耶，都要我一直讲两次三次，难道我讲话也被吃字了吗？哦，来，要玩的准备好的来了，来赞跟爱心点下去，我要来下截止线了。来，截止线下开始猜，提示三个字，开始。三个字哦，提示三个字。三个字，然后正常应该午餐是不会吃这个，啊，蛋白质。食物，你猜得太细了吧？你猜到蛋白质了。太想健身，就是蛋白质啊！哦，我爱你越久就越被动，谢谢啦，谢谢 Jason 啦，好不好？牛肉面不对，排骨饭不对，我跟你讲，正常人不太会吃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也很少吃啊、哦，我基本上不吃，好不好？很好吃哎、欸！啊，我喜欢女生吃啊，我自己都不吃。OK 啊 ，OK 啊，啊、哦，三个字啊、哦，你们自己注意听我的，我会慢慢透露出一点提示，大鸡鸡很接近的啊。哦，不要乱猜啊！你们半夜归半夜，你们稍微有点素质好不好？啊，那个等一下，如果他们讲话不礼貌，你直接骂没关系。哦、啊，我们对女生，人家是出来好、啊、给你们养眼的，你们白嫖看不用钱的，礼貌要有好不好？文雅一点啊！来，错我不对，便当就便当，那素便当，那素懒觉啊，没有不对，大鸡排不对。我不喜欢吃，但是我喜欢叫女生吃啊！大青瓜什么东西？三个字那么难猜吗？卤肉饭不对，我觉得阿乐提示很明显了呢。那、啊、你们，因为他有啊，他又肯德基，他又麦当劳，你们有什么心意吗？每次永远都猜那些。你大概有了又肯德基，要不又麦当劳。哦、啊，但有当归呀，啊，烧酒嘞，有无、哦？我一直喷口水，因为我跟他搭会紧张嘛。哎，这个答案竟然是女生猜对，来，薛慧敏，来，薛慧敏，再打再，你是女生吧？敏敏呐、啊。我一直想说我的提示应该是男生会猜对，结果是女生猜对。你说刚才跟我买那个啊，跟我买那个啊。啊、哦，跟我买贝克斯的慧敏哈、哦，来慧敏，恭喜你哈、哦，来。如果你今这个礼拜你有抽到其他礼物的话，我建议你选虎爷金牌，因为它是里面最贵的。来，恭喜慧敏，来，还想不想玩？人家看一下。来，大亨宝没有说谎吧？大亨宝啊，有啊，有买到老朋友哈、哦，今天开的福利价。你可以再多带一只回去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跟各位说，之前有买到的老朋友，价格买比较贵的啊、哦，来，多尊道歉。拍水拍水哈、哦，啊，那是早买早享受，好不好？好，用胸部道歉。
好，我们构成一把。而且我们这边还有提供那个刷卡跟刷卡申请的服务哦。OK， 好，不要累啦，没事啦，你看美女又看帅哥，怎么会累？对不对？你累，我从下午三点，我中午十二点半就开始起来化妆整理了，到现在。对啊，那怎么好累的？美女才累吧？他本来190，照到现在剩160呢。好啊，结标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笑啊？是我讲话很好笑吗？每个修哥都说我讲话很好笑。这很靠肥。我说靠肥哈。大家，你这个月不知不觉买三只了。大家，你值得买啊！我跟你讲，大家你值得买。真的，我觉得男生戴那一只真的很好看，重点是他女生也是可以戴。做一下，我要做手霜哟，像老人了。没办法，我跟各位讲啊，帕加尼这个手表它不是品牌很大，可是它是重 CP 值的手表。我讲认真的，因为五位名家是讲白住了，有的手表是吃品牌啦。我跟各位讲啊，你们想一下 LV、GUCCI、香奈儿就好了，我讲这个三个品牌就好了。LV、GUCCI、香奈儿是业界公认材料用的没有很好的包包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价钱可以卖？白痴啊！白富美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们讲，很多人真的懂货的，他会买爱马仕，因为爱马仕就是手工的嘛。爱马仕就是用料实在，然后加上手工，再加上价格。所以我觉得说，你们如果有那个经济条件的话，也可以买劳力士啊。如果有的话，劳力士现在也不贵啊。劳力士现在低通拿，你不要买到蓝通拿或者是金通拿的话，价格大概落在二手的大概60几万就有了。这样讲话跟我们格局不一样了，然后我觉得格局打开了，厉害嘞！来，我现在来介绍一只也是劳力士。来，其他人啊，我让给你们点时间跟他互动一下，让你坐一下，我去厕所，好，我尿遁，好不好？你要今天去吧。对。你要找什么？我是。这礼拜没有了，要等3月。啊，你 OK 吗 ，Jason？ Jason， 就最低价的啊。Jason 是这一排的 Jason 吗？哎呀，不选啊。Jason， 收到。你 OK 的话，你回来。哎，我问他，都只有我跟他知道了。啊。JAVC 为何要说 sorry？为什么要说 sorry？ 啊，我坐下来没有要跟我聊天，要不要讲个话吧？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神游了哦，迷离状态。Jason 嘞，都无言。Jason。欸，你们怎么这么爱问人家几岁啊？好奇怪哦，你们好奇吗？我25岁，但是10年后你再问我，我一样25岁，想跟你一起睡。你赚很多呢。你在开车去洗的。等等到家出去。是那个吗？没有啊，那个价钱有报可以应该 OK 吧？就是直接最低的啦。Jason， 蕾蕾上面最优惠的哦。我应该是最奢侈的啦。你上次走哪印象深刻哦？我都跟你讲，必懂的好不好？哎，不是玉贤哥，你上次说要送我的那一次，可是。你是有付款的吗？因为我也没收到呢。T5的那一天有两个人，你吧，还有另外一个。我两个人，我怕我两个。你们真的看哪这些人？你在开车？人家昨天跟我配的那个妈的，再收到一8000块。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嗨。嗨。男人不要只会
会出一张嘴，好不好？男人不要只会马上汇款哦。对啊，人家是马上汇款。我跟你讲，被卡轰烂了，我马上。边耐可哎，边耐可啊，马上汇款哦。有没有看鱼表的啊？就是想看哦。有没有想？他们想看头嘛？请问有？不用了，不倒了，好不好？我买一本科技是导演会，辛苦了。你弄一档去困啊啦，哈，开始。没奈可那谁啊？谁收到啊？这么好。两只的啊，跟着我，而且要同省，上一次送吃完的自己是谁啦？对。我们不能讲。他的应该是他的粉丝啦，他也很爱他啦。啊，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懒，我不会特别去经营粉丝，喜欢我的就会喜欢，好不好？有啊，喜欢啊，可是没有两公斤。我跟你说，没收到，他们没收到。没有啊，你有汇款吗？就是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小帮手没跟我讲。玉贤哥不要生气啦，我帮你处理啦，你不要生气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真的自己也看起来没来的，他也忘记是他的。听说都是阿乐做。阿乐，你看。阿乐，好了，你懂奶吗？我懂屌。不要。那不是要道歉？没狂会狂啊？没狂？你们看他搞会跌倒吗？我做麻烦的呢，我多屌，我要现金我解开呢，我还要去切头开呢。好，来看头像。